足够，哎，足够肩膀痛，哎，足够肩膀痛。我又看到那个高压电线了，又看到高压电线了，又看到高压电线了，有的，有的在施工的，地方啊，搭的那个吊塔，有可能电线，会受影响，会受影响。所以呢，现在，变形金刚在临界啊，把电线，抬高一点，弹高一点，弹高一点，在临界把它弹高一点，这样呢，后面运作的时候，就影响小一点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是这么个情况，好啊。是把那高压电线，往空中抬高点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再见啊，再见。